Lasci un po' a... Lasci la cellula. Dire una chicca.我觉得哈，最好的方法就是，美国的国际平等机构标准普尔评级就把日本索尼公司的长期评级下降一级，从 BBB 加降到 BBB，而且展望是走弱。标准普尔表示，下修索尼长期评等的一个优势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日元升值的影响。根据索尼明年财政年度的合并报表，还是出现赤字，这个状况在2014年财政年度之前还是难以恢复谷底。在天气方面，气象局表示呢，今天的天气主要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了。那么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吉拉哈台风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陆地，东半部明天有阵雨，北部地区的马祖有短暂阵雨。那么预估呢，在星期五、星期六，是雨势最大的。星期天中秋节各地的赏月状况就要看吉拉哈这个强台的动作。目前它今天凌晨的中心位置在鄂兰比东南方，大约8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北方向移动。那么气象局也表示，请大家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持续注意后续的台风动态。预计吉拉哈是不会靠近陆地，可能会接近在华东海岸之后北上。开工了，82平。9点收在379点，其中台积电 ADR 下跌0.2%，联电 ADR 下跌1.44%，友达 ADR 下跌3.11%。美国十年期指标公债殖利率今天收在1.68%。哇，百货公司周年庆好多人，哎，你打算买什么啊？Mazda 2喽。啊？Mazda 2现金价只要62.9万，现成90,000块，限量50台，试乘还送资生堂国际柜美透白旅行组哦。嘿，周年庆就去 Mazda。送送 Mazda。大家好，我是过敏气喘专科医师吴志仁。提醒您别忽视温差对过敏的威胁。从台湾气喘卫教学会的过敏指数指出，温差超过7°C 容易引发过敏反应。而台湾秋季温差不良天数比例更高达42%，建议平常多补充经健康。